时点不一样，国民党兼招新北市长侯友宜选总统，媒体人说有内幕。回顾新加坡出访获得提名，隔天侯友宜这影片在证明谁说我不够国际化。侯军积极吹响集结号，但媒体人爆料，郭这口气还没全咽。如果你讲过的话，你48小时第一次会面，你都可以推翻的话，那他感觉他或许错在不该相信朱立伦的每一句话。黄光芹更说，朱立伦曾对郭说他能前纲独断，拿出来说服了民调数据，也只给看10分钟，不能带走。对于这提名标准，郭台铭始终不清楚，因为坊间民调他没输，朱浩这晚认为还有机会。我也认为朱一路都在耍郭台铭。没有啊，我觉得这完全不是我看到的状况，完全不是，完全不是。朱主席跟黄建廷秘书长他们都是最响应的，他们要负责今年的成败。虽然党中央驳斥，但也挡不了提名后的各种质疑。根据 TVBS 掌握，在征召侯友宜前一晚，郭亲自面贺侯之外，郭董还对侯友宜说，朱主席曾讲，如果提名了侯，那他什么都没有了。郭属实，他等于就是说凸显出朱立伦对于主席权力维系的一种担忧，因为毕竟侯友宜他这个政治能量强，又熟忍选举的一个策略，那又有自己本身的一个人马跟班底，也熟悉政治的一些操作，那所以呢，如果是提名侯友宜来讲的话，那朱立伦就会面临到维权的一种挑战。这话让郭台铭笃信有参赛权，进而动真格。至于一度传出郭向侯友宜说，你不是讲过我选你就不选吗？但竞侯人士透露，侯从未说过这样的话。党中央同样驳斥，主席哪有说见缝插针分化团结的言论绝非事实。朱立伦主席在这一年多的党务工作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忍辱负重只为了团结。看来政治语言对郭台铭来说可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全读透。TVBS新闻吴坤庄于台北采访报道。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真的要延揽前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吗？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听得出来有投入感情在唱，前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庆祝 YT 订阅25万人，开直播秀歌喉。但这一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个刻可能变成柯文哲的刻吗？因为老在传民众党向他招手，就连民众党立委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赖香伶也搭上黄国昌顺风车，双方一搭一唱，难道真有可能延揽黄国昌？我们不会跟严清标、中东锦这种黑金势力站在一起，但柯文哲带领的民众党会，而且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巧遇支持。时代力量之前对他并不是特别的关心，但为什么到了选举期间就突然变宝贝了呢？甚至都已经听到说，在他们立法院党团，黄国昌的人马都已经被赶出去了。两党发言人隔空互呛，只是黄国昌才答应要上台到反黑道治国。四叉猫脸书在爆料，曾社团的前方寮乡长陈雅玲不但在柯文哲办公室当社会力部主任，17号参加中华飞鹰爱心协会，也就是外省挂黑帮飞鹰帮的参会。它其实就是一些相关的公益性社团的聚会，有大学老师，有这个公益性的社团的负责人。陈庆当天参加的不少是公益团体，别看到黑影就开枪。柯文哲竞选2024进入备战模式。TVBS 新闻崔仲群、李品台北报道。志愿役是不是留不住了？这个问题让退辅会主委大嫌弃。所以我们志愿是个有趣的想法，主委觉得有趣。你怎么知道留不住？不要问这种问题。气到破口大骂，退辅会主委冯世宽大暴走。被问到国军志愿役士兵退场多，第一次提问，他还直接忽略过去。所以呢，志愿役军人一直退了，是不是留不住人？退伍制度是不是要改革？不想要回答这一题，就怕让国军士气低迷。从2016年志愿士兵退场3011人，6年内数据起起伏伏，但到了2022年人数创新高，其中92.4%是个人申请退役，包含生涯规划以及适应不良，更高达20%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可能部队不透明吧，然后可能每天都关在里面，然后再来一些。那时候可能有一些比较不人性化的管理，大家会觉得说，那我干脆就赔钱就退伍。签志愿役反悔，选择提前退伍，还有这三大主要因素。可能因为军中的很多不同的因素，导致他真的后悔当兵，觉得自己不适合军旅生涯，
那再来第二个是外面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让他很想赶快出去。专管人士点出军中主要因素，而明年义务役二兵薪资将调到26,307元，与志愿役二等兵差不到10,000元，是否也将成为原因之一？但除了志愿役辛苦难留人，立委认为这才是重点。父母其实都舍不得孩子，可能要面临战争这么高的风险，尤其到底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我们为什么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态势？若只专注在国军离职的人数和比例，恐怕会对于国军的士气和募兵制造成不小的影响。保家卫国议题，谁都不敢轻轻带过。TVB 新闻刘一成、林轩台北采访报道。乌俄焦点带您关注到，乌克兰近期在巴赫姆特的周围大有斩获。对比俄罗斯的胡乱轰炸，乌军现在力求精准锁定目标，包含了在南部赫尔松一带，也靠着无人机的帮忙做好情搜，才思考攻势。乌克兰酝酿大反攻的同时，现在女性在职场上也掀起了一片天。过往以男性为主的工作，现在也出现了许多女性的面孔。远处爆炸声象征巴赫姆特近郊一天战况的开始，只是过没多久，又有炮弹落在前方不远处，炮击声很快变得密集。但这样的交火对乌军而言早就习以为常。Коли поряд приходим, то ми кажемо, що не дуже гарна погода в нас, опаде. 甚至能在爆炸声中淡定受访。他们说，因为俄军很多时候根本瞄不准。Коли по бліндажам працюємо, по техніці, то стараємося 5 метрів, це в нас не попав по цілі. Ми повинні влупити прямо в ціль.乌军近期在巴赫姆特周围大有斩获，这里的乌军跟着信心倍增。практично з усього світу. Одного разу навіть бувало, що на одній кучі було з 9. 相信有国际弹药的加持，很快能大反攻。镜头另一边 ，CNN 也直击乌军在森林隐秘地点维修战车。The shrapnel holes don't matter. This tank commander tells us what's important is the engine and the reactive armor.Locations of repair hideaways like this one are a closely guarded secret. Once the counteroffensive begins, they will be even more vital to keep the military and its machines moving. 只是不断的激战，乌军也承受大量的损失。有伤兵以“地狱”两个字形容先前的战况。How was the fight in Bakhmut compared to Kherson and other places?Call sign White, a 47-year-old former warehouse manager, tells us Bakhmut is his hardest battle yet. It's hell, he says. 要说俄军是破坏王也不为过。巴赫姆特前后卫星照对比，相同城市街区已经焦黑一片，化为废墟。在这处残破建筑中，则上演真实版《战地情人》。乌军发现一台钢琴，当场即兴演奏抚慰情绪。而在南部赫尔松，乌军也没有松懈，持续靠无人机的力量打击俄军。一些俄兵因此只能到处乱窜，所有人一举一动早就被看得清清楚楚。Наш дрон пролітає вглиб окупованої території і ось。Ми над Олешками. Дрон зависає на висоті 400 метрів над землею. Увага! Вулицею проїжджає машина. Одна з таких підозрілих машин привела розвідку ось до цього будинку. Кілька фігур, одягнених у форму, копошаться на дворі. 这里乌军分工合作准备弹药，部分材料还是来自先前俄军留下的战利品。Ну, це осколочно-фугасний снаряд від нони самохідного міномету.乌克兰男性被征召上战场，女性也没有闲着。Around 700 of our miners got called up to fight. Our women wanted to help both the mine and the country. So far, 46 women are working under the ground now. 过去被视为女人禁地的矿坑，如今打破传统，开始出现女性矿工。I always wanted to work here, but girls were not allowed.When many men were conscripted, the mine had to keep working. So to protect our country, the girls stepped up.
除了矿工，还有妻子接手丈夫先前的工作，当起铁匠。但工作时仍不免想起还在前线作战的亲人。I very often cry in the forge here. My husband is defending us, and that is very dangerous. But this work helps me to hold on and not fall apart. 这种敢由女性撑起职场的状况，二战期间也曾发生。就像二战时期经典的铆钉工罗西海报，后来就成为女性经济力量的象征。女性着裤装也开始慢慢被接受。乌克兰目前还是担心空中力量不足影响反攻，继续喊话西方提供战机。不过英国和德国还是没有点头答应。What we can obviously contribute is training and support, again within limits, because we don't have F-16 pilots. Nur wir haben aktiv nichts beizutragen. Wir haben keine Ausbildungskompetenzen. Wir haben die entsprechenden Flugzeuge nicht. Deswegen stellt sich die Debatte für uns nicht als in unserer Position. 但表示会成立国际战斗机联盟，协助相关的训练工作。体育新闻。综合报道。乌俄战争持续开打，中国大陆最近似乎有意调停，但是乌克兰却向中国特使表明不可能接受割地这个选项。德国总理肖兹也说会挺乌克兰直到实现公正和平，强调俄罗斯不会拿下胜利。交给记者李作恒。好，俄乌战争已经是持续了将近15个月的时间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双方持续交火。我们看到，在乌克兰很多个城市其实都还是遍地烽火的情况，很多平民因此而有伤亡出现。那当然，这场战争怎么样才能够画下休止符呢？我们就看到德国总理肖兹哦，他是很罕见的，在欧洲理事会的峰会上，这场峰会他是办在冰岛，在这场的开幕式上。他暗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他怎么说呢？他说帝国主义已经是来日不多了。那么现在乌克兰方面也在酝酿说要大反攻，他们会支持乌克兰到实现公正和平。那当然大家也说，这个转折点有没有可能就是中国大陆来担任调停人呢？我们看到中国欧亚事务代表李辉哦，他是出访乌克兰到了基辅，也就是这个乌克兰首都这边，要来当和事佬，但或许呢，也是这样子的目的哦，早就已经被乌克兰所看穿掌握了。这个斡旋是不是已经没有用了呢？因为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他也很直接的说，他就说乌克兰不会接受为了结束乌俄战争而结束的这个提出的一些提议哦。他说如果因此会丧失自身领土的提议，那么对乌克兰方面来讲是绝对不会接受的。俄军在星期四凌晨对乌克兰全国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不过这一回俄罗斯总共发射了30枚 KH-55 改良型的巡弋飞弹，但乌克兰总共就已经拦截了29枚，只有一枚打中南部的奥德萨，造成了一个人死亡，这也是5月以来俄军第9度大范围的空袭。美国官员就认为次数明显提高，就是想让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忙不过来，在混乱之中露出破绽。清晨的基辅，远远看到一缕浓烟赶往现场，火已经扑灭，却看到一地的飞弹碎片，地面和车库都烧到焦黑。基辅人周四凌晨从巨大爆炸声中惊醒，俄罗斯又发动一轮大规模空袭。Yeah, Rosemary, this was yet another night where Ukraine's air defenses have faced a major test. This, they say, the 9th aerial assault by Russia in the month of May alone. So we clearly see an uptick. 但大家听到的声音并不是飞弹落地爆炸，而是在半空中被防空系统拦截，碎片掉落地面，至少造成2场火灾。КП нашого, що були, ну, є якби визирання в городі, все із-за уламків. Ну, прийшов, якби побачив цю ситуацію, уламки ракети і, ну, пошкоджений авто, пошкоджений гараж. 不只针对基辅，这次俄军空袭朝全国各个方向炸。不过乌克兰说30枚 KH-101 或 KH-555 巡弋飞弹拦下29枚，只有一枚成了漏网之鱼。And unfortunately, in Odessa, in the south, there was not a 100% success rate for air defense. There was an industrial facility that was hit. You can see images of that there. One person killed, two wounded, according to local. 乌克兰南部防空系统没有首都的厉害。同样在乌南的尼古拉耶夫，前一晚也被轰炸。
商场窗户几乎全数碎裂，支架东倒西歪，路边卡车面目全非，可以想象飞弹爆炸威力多强。虽然没有传出伤亡，但居民生活好不容易回归正轨又被打乱。Ну, як ви все бачите самі, нічого живого не залишилось. Ні сусідів, ні у нас. Даже не знаю, якісь уламки. Що це? Я не експерт, звісно. Ну, яка ракета була, будемо виясняти. 俄罗斯这个月明显提高空袭频率，为的是什么？ One U.S. official says Moscow's recent wave of aerial bombardments may be an attempt to confuse and overwhelm Ukraine's air defenses. 西方援助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成了俄罗斯眼中钉。这星期传出六枚极音速匕首飞弹遭到拦截，只是俄罗斯官媒大内宣说法相反，声称匕首飞弹摧毁了爱国者。还吹嘘俄罗斯极音速科技绕过防空系统，就像热刀切奶油一样顺利。Ukrainian official now tells CNN only minor damage was caused to the Patriot air defense system when one of the Kinjals was shot down at low altitude on Tuesday morning. 你不要买这些东西，不要买这些东西，不要买这些东西。З якимось там кінжалом, ну це неможливо. Тому все, що там вони розповідають, я думаю, що нехай залишиться так у них в їхньому в архіві їхньої пропаганди. 只是克里姆林宫证实，这个月以叛国罪名逮捕了三位研发极音速飞弹的科学家，疑似是三人撰写研究成果的时候涉嫌泄露机密。不过也被外界怀疑是不是因为匕首飞弹丢了脸找人出气。而现在乌俄还有希望达成共识的，恐怕剩下黑海粮食协议。Мы подтверждаем объ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урции продление на два месяца Черноморской инициатив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ся шанс не на словах, а на деле помочь. 原本十八号到期的粮食运输协议，僵持到大限前一天，终于同意延长。It is just part of what is needed, in particular by poorer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90% of people in East Africa, many of whom depend in part on the grain and food exports coming out of Ukraine. 粮食安全不能拿来开玩笑，这或许也是为什么黑海粮食协议是乌俄少数还有办法沟通的外交管道。 TVBS 新闻综合报道。 AI 科技日新月异，假讯息跟以假乱真的影像到处流传，加上 ChatGPT 问世，很多人都担心未来会成为隐忧。美国就做了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都觉得 AI 会威胁人类的未来。交给记者李作恒。好，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已经是脱离不了 AI 科技了。那现在 AI 科技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人类未来的发展吗？我们就看到哦，根据路透的这个易普所最新的民调呢，他们就显示说，有61%受访的美国人，他们也认为说，人工智慧技术恐怕会危及到人类的未来。另外呢，有超过66%的人也关切 AI 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圆饼图，他们就说可能威胁人类文明的有61%的人是同意的，22%的人是不认为，另外有17%的人还不太确定。欧美政党倾向来看到的话呢，同意 AI 可能对人类造成威胁的，在2020年的这场选举，其实投川普的民众当中是有70%的，而投给拜登的民众呢当中是有60%的。生命未来研究所的这个学者就提到说，大量的美国人其实现在担心说 AI 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当前类似于核时代的开始。那现在有一封公开信哦，就是说呼吁让 AI 系统可以先暂缓一下，暂停一下，时间呢是说暂停研发6个月。那我们看到呢，在这封信件当中呢，马斯克他也是有签署的。特斯拉周二举行股东会，公布最新实测的人形机器人 Tesla Bot。 这一年来呢，他特斯拉积极的来开发这一款机器人，从只能挥手到现在已经可以执行简单的任务，看得出来这执行长马斯克对 AI 发展的野心。不过最近马斯克把炮火指向了 OpenAI， 他说当初他是最早期的投资者，只是现在 OpenAI 已经被微软给控制住了。
虽然走得很缓慢，但可以跟着执行任务。特斯拉股东会上，人形机器人 Tesla Bot 成为最大亮点。Our goal is to make a useful humanoid robot as quickly as possible.去年才发下豪语的马斯克，现在仿佛电影场景真实上演。从需要用支架只会简单挥手，现在将成为特斯拉工厂重要助力，看出马斯克持续布局 AI 领域的决心。We have the real world AI. We're the most advanced in real world AI. So the same AI that drives the car, which you can think of the car really as a robot on wheels.And this is a robot on legs. 人形机器人可大幅增加生产力，取代人类做重复性工作。从控制器到电子设备，特斯拉全部一手包办。Our robot actually is designed by us, leading to a certain actuator design, and that gives us the possibility to integrate the actuators inside our structures. 看准全球机器人市场蓬勃发展，根据统计，2023年市场规模达到$640亿，到了2028年，渴望突破$3200亿，年成长率高达83%。只是马斯克突然积极投入机器人发展，原来他是对近年兴起的 work from home 风潮相当不满。Really, you're going to work from home, and you're going to make everyone else who made your car come work to the work in the factory. You're going to make the people who make your food that gets delivered that they can't work from home. The people that come fix your house, they can't work from home, but you can.马斯克质疑在家上班道德上是错误的，需要重新检视政策。另外，他也将炮火转向近年来火红的 Open AI 风潮。I think it's very much a double-edged sword. I think there's a strong probability that it will make life much better, and that we'll have an age of abundance. And there's some chance that it goes wrong. 马斯克先是在 Twitter 上批评 OpenAI 的商业模式，说他现在被微软掌控，成为封闭、利润至上的公司，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马斯克表示，他要研发不一样的全新 AI 聊天机器人。He says the Microsoft-backed product has been trained to lie. Now the Tesla billionaire plans his own rival. Musk says his will be called Truth GPT.根据内华达州商业记录，马斯克在今年三月成立一家名为 XAI 的企业，正在筹组 AI 研究人员及工程师，还大举购买上千个 NVIDIA 处理器，种种迹象都是打算跟 ChatGPT 一较高下。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sort of like a teenager right now. It's exciting to see the teenager like get its footing, but it's also not there yet, and we can't trust it.只是 AI 就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将冲击部分职业慢慢消失。I guess working 3D, that's probably turns. It seems that the lower the dimension, the better things work. 数学教授对着白板讲的口沫横飞，对于拥有强大计算能力的 AI 来势汹汹，未来是否会被取代？教授显然不担心。So AI is not going to replace me in the short term because AI still can't reason. So the difficult, effortful thought.That we do as mathematicians do every day, AI still cannot do very reliably. 还属于青少年阶段的 AI， 目前深层推理能力比较薄弱，但是它快速发展的潜力依旧不容忽视。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